拍你当搞笑郎，这个不是拍你当，这是吼你当，是笑郎，起笑的人走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居然有这么好的点子创新，我会觉得他的脑子一定不正常，因为正常人不会做出这样的东西，我对他是赞美。因为这个设计非常的合理，而且角度位置都很好，而且轻量化的时代做出这样的东西，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在稳定器当中可以作为很好的辅助工具。那么这个产品呢，是一个叫做夹式热靴，这个夹式热靴呢可以扣在我们的这个相机的镜头这边。这个逻辑很简单，有效接近收音的位置，很尽量的接近收音的音源。摆在这边呢，退了五公分，你不要小看这五公分哦。有时候在临界点，这五公分的声音好坏，往往会决定声音的品质。说真的啦，有的人很挑的人呢，会介意这麦克风的距离哦。当然我耳朵不好，所以没办法介意。好，今天介绍这一个，我们把它称之为，你有取帮他取名字吗？没有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取名为一个叫做，这个要怎么取名呢？是一个吸的形状，吸。那么吸热靴麦克风 ，CM，M 又代表 mount， 那么 CM。CM， 我们将来会依照口径，这个是58、62、54左右，所以将来会依照口径取名叫 CM58、CM62、CM67、CM72、CM78 都有可能。好，那么这个的结构呢，它是属于 3D 列印的一个设计，那么让你取得一个夹式的一个作品。我们接受您的预约哦，哈，你可以告诉我你们要夹在什么位置，量一下口径，那么我们会大概微缩，我的估计要微缩到 0.5 左右，才会有足够的夹力。因为你给我62，我做62，它就松掉了嘛，懂吗？你给我62口径，我可能会做成58的口径。那么那个钩子是橡皮筋，这是橡皮筋做的，不会断哦。因为我是那两个钩子，我是用橡皮筋拉的。哦，强化嘛。OK， 所以。这个是很活的啦，哈，等于说，我现在比较担心这个韧性，还可以再过吗？差不多了哈。差不多了。好，我那边做比较薄，就是让你比较好搬，不用拆镜头这样。很聪明的设计，就是橡皮筋在过来之后，哈，就可以很稳稳的、扎实的抓在这边。有另外一边可以拍到橡皮筋。好，就可以强化它。那么橡皮筋呢，你一定要记得哈。全省最大通路，各大通路都有卖 BOSS 的橡皮筋，哈、哦，记得任名黑色的，其实到美容院去拿就有了啦。BOSS 的橡皮筋美容院都有，黑色比较专业啦，你不要用便当橡皮筋好吗？便当橡皮筋它会裂开，然后久了之后它会扭起，这个质量非常的好，很耐拉，然后再来它比较韧性，再来它不会油掉，那么反正就是。美容院 BOSS 的橡皮筋各大通路都可以拿到，那去洗个头嘛，造福一下店家的生意，顺便记得要橡皮筋。我教大家免费取得的方式，爸爸妈妈有去美容院，朋友有去美容院，记得回来跟他凹这个东西，凹一把不用钱的，记得美容院都有。好，这样子就可以完成这个扣紧的作业。好，我们要扣得更紧呢，可以做这样的方式。好。就 OK 了。那么这个很好的设计叫 CM58， 这我这应该是58口径吧，我感觉差不多。好，我感觉我现在暂时就是将来就这叫 CM 套组了 ，CM 夹具 ，CM 夹具叫 CM 夹具 ，C mount 或者是 C， 我跟你讲 CM 夹具，它就有一个热靴。那么你除了一个之外呢，我会建议你哈可以装两个。为什么要装两个呢？跟大家报告哈，如果你可以装两个的话呢。我不反对你装两个哈，那至于报价，我们在等机密这边，机密嘛哈，等机密报价，这边再装一个。好，我是临时装，我可以装两个，一个是灯，一个是麦克风。那么这个就可以做到一件事情，让你解决掉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点。各位看一下，美容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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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有的麦克风装上去基本上都龙家，好不好？那 CM 系列这个夹具呢，将在。您的热烈支持之下
台湾人设计开发的 Jimmy CM 架 ，Jimmy CM 架 ，JCM 好了啦哈，这个要给主人一个鼓励 ，JCM CM 架，这个 CM 架呢，将会在各位的踊跃支持下呢，我们会开出报价，你只要打加一，我们就知道您的需要，买不买没关系，加一就是鼓励，买不买没关系，加一就是支持，买不买没关系，加一就是一种肯定，谢谢你，希望大家踊跃加一，看看这个东西未来的发展性，看看能不能卖遍全世界四大洲啊，五大洲四大洋，好，全世界都看到 CM 架，所有相机将来都要有 CM 架，原因很简单，麦克风接近，灯光更接近。因为灯光如果在这边打的时候，近距离拍摄广角的时候，下阴影会出现。你如果用灯打，发现下面会黑黑的，它的暗部那边角会变成暗部，因为被灯光给吃掉了。尤其更大的镜头会更明显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